最喜欢冬天了，跟喜欢陈绮贞一样喜欢。每一年我都在等冬天的到来，因为冬天我觉得很舒服，然后很适合写歌，也很适合唱歌。所以今年冬天我想要办一个演唱会，就是我这一次就历年玩的演唱会，叫做黄玠 Don't Touch 巡回演唱会。那大家来跟我取暖吧，一起取暖，听我唱歌，来哦。就像夏天的歌听了还想再听，你现在吃饭没？昨天又很晚睡，今天几点出门？上班会不会累？我们很常聊天，只有我们聊这些，牵牵手，逛逛街，看